原来这里就是萤石空啊！哇，志刚，康康叫我不要乱动。雷霆同学，你不要那么紧张嘛。我们是第一次跨时空出任务，千万要小心，要不然会破坏时空秩序，后果非常严重。你不要搞得好像旅游一样，我过来一点哦。啊啊！愿结为异姓兄弟，同心协力，上报国家，下安百姓。 不背逆忘恩，有违誓言，天人共杀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你们刚刚有听到惨叫声吗？我们可以把受重伤的刘备带回金石空治疗，让止哥留下来假扮刘备，维持时空秩序。今天还有三位转学生哦，这学期要跟大家一起上课。我姓张云飞，字翼德。 我姓关明宇，字云长，我姓芷，明哥。自玄德，号刘备。他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清新动人？他的头发那么的柔，那么的亮。 那么的端，那么的有弹性，那么的同学，干嘛用拿我电扇啊？啊，借来做气氛吗？我是学生会会长曹操，希望你们能为学校出点力，就是邀请各位和我一起称霸天下，称霸天下。吕布，难道你忘记了吗？其实我挺欣赏你们五虎将的。 只不过大家生在不对的地方，不对的时机，注定不能成为朋友。虽然我不赞同这种非彼株高下不可的心态，但事到如今也不得不战。八门清除阵，因为我而起，就由我来做个了断吧。 你要留下一个活口，都给我杀了！兄弟们，我们一定该出去了。如果这是萤石空自己的历史，那我现在做的这件事会不会破坏萤石空的秩序啊？